前莊嗰啲客户咧，真係比佢仲踴躍。人哋話重上之後，呢個勇夫真係至理名言。我哋雲通歷史又高，好多客人都因為你錢，由德甲嗰邊轉掉嚟我哋嗰邊。跟住落嚟咧，我就開籌莊，再油房、米鋪，再當鋪添。但係雲通前莊啱啱先至開張冇幾耐，你咁快就想開新嘅鋪頭，咁要幾多資金啊？發展越快，風險就越高，不如穩陣啲，慢慢嚟啊！蕭元輝教過我嘅，喺商場上就好似打仗咁，一睇到機會咧就要快而準，把握到先機咧先要克敵制勝。況且而家我哋雲滔每個月俾一大筆利息出去，一定要將呢啲客户嘅存銀轉做其他投資，創造更多商機同埋利潤。你放心啦，應該點樣做我都盤算好啦，絕對唔會有錯。青青，我連鋪頭都揾好啦。打算后街先可以筹装，我仲想你同小贾嚟帮个手。但系我从来都冇做过生意。你对筹建一啲都唔陌生，而且做生意嘅嘢，我相信凭你嘅聪明，好快一定会上手嘅。青青，你一直唔希望放好嘅前途，但而家难得有个机会可以当家做主，靠自己，唔通你唔想帮我咩？虽然我请咗几个萧远峰以前嘅下属嚟帮我。但我哋毕竟唔系自己人，我需要一个信得过我自己人，我先至放心。楚云，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但系我明白你担心小雅佢唔答应啊嘛，但系我都带你个长官伯伯要好好照顾小雅嘅。况且我暗中注意到，你同小雅呢几日都唔卖出筹散，如果继续落咁嘅话，点系办法啊？我叫你嚟帮我手，其实都为咗小雅嘅。小雅，青青，我见你咁夜未翻，担心你出咗事，仲到处去揾你。原来你同楚华喺埋一齐，就知道啊，我就唔想为你操呢个心。小雅，我啱。你慢慢倾啦，反正冇我事。我听日到时要摆档，快瞓先啦。咩话？你要娶青青？根本已成咗你啦！我仲话俾佢听，切，你仲未开口求婚，咁快就周围讲啦。我睇啊，青青八成唔会应承你噶。呢件事你就唔好再提啦。我同青青之间唯一最大嘅障碍就系曹芳同埋郑烈，为咗咁样，我两个都受咗几多苦。而家老天爷可怜我哋，令到我可以再重逢。我唔想再拖，我一定要娶青青，就算系曹芳或者全世界人同我作对，我都唔会介意。附近几个周瑜嘅私货，几乎全部俾萧元峰包晒。呢啲系专程由江陵嗰度揾翻嚟噶。江陵即做全国闻名，但几乎全部都系皇宫御用，点会流落嚟民间噶？啊，蔡老板，呢层你就唔知道啦。呢、這个每年上缴嘅丝绸以30,000匹为限，为咗避免制造过程中出错，都会积多1,000+百匹，最后都流入咗承办人手上。我系用咗唔少嘅人情啊，至将呢批货得到手噶。左老板你放心，而家搭上咗承办大人呢条线，我向你保证，以后云涛筹装就唔怕冇货源咯。系啊系啊，大哥，有咗呢换美御用嘅上等丝绸啊，嗰啲富贵人家都要捧住银两嚟买我哋嘅丝绸啊。我睇啊，对面德甲筹装唔使几耐就要执笠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入去啦！哎，小姐，松手啲，松手啲啊！过几日就要开张啦，快啲，松手啲啊！啊，想开张，问过我哋啊！萧妹妹，边个系你妹妹啊？啊，咁大个铺位，规模唔细喎。算得系咩啊？我呢间铺仔到时候开张嘅时候，仲要靠妹妹嚟指教一下添。
指甲？咩仲需要指甲咩？你抢咗我爹100,000两工人嘅生意，而家有你德鉴筹装对面开铺头嚟打对台，你咁样做，但里边仲有我爹，阻你德鉴嘅咩？做生意嘅嘢，各凭本事嘅啫。本事？你嘅本事啊，唔系我爹教出嚟嘅。当初如果唔系我爹俾你入德鉴，后来俾你做德鉴嘅二掌鬼，你会有而家呢种本事咩？到头来点啊？有毛有翼啦，都系勾结段天仪，做我哋少家对你嘅好，我爹对你嘅恩都冇得干二净啊！楚云，我爹佢养到你咁大，有咩冇教过你啊？你咪应该知道咩道义两个字啊！你爹对我嘅好，少家对我恩惠，我应该话嗰啲还清，冇再欠你哋嘢。你以为救咗我爹娘一命，就可以将一切抹净啦咩？你嘅报恩方式比你太过简单方便啊！如果你真系想报恩嘅话，整个执咗呢间铺头佢，唔好再同我哋萧家作对。我呢度做买卖光明正大，亦都冇妨碍到边个啊！你做买卖可以去第二度啊，做咩系要开喺我哋德鉴对面呢？你咁样都咪同我哋过唔去。小姐，算啦。点解要算啊？呢个人忘恩负义，我真睇唔顺眼。今日如果你唔离开嘅话，我就唔会放过你。萧姑娘，我喺咪开铺头，轮唔到你过问啩？边个轮唔到我过问啊？将来我爹嘅产业全部都系我嘅，我爹由得你，但我唔会。今日如果你唔走嘅话，我就赶你走。你想我提供我道理噶？佢唔讲道理，我想同佢讲你啊！你同我拉开啊！周围帮我拆拆，点解你咁冇用噶？你惊佢食咗你咩？好啊，你唔拆，我自己拆。走开！走开啊！走开啊！千岁小姐，我劝你唔好再呢度捣乱。你以为我会怕咗你咩？走啊！小妹姐，你身痕啊你！你有？小姐，你要再放肆嘅话，你冇咁怕佢啊！你唔好以为威胁我就怕咗你啊！如果你正嘅话，即刻离开杭州城。你要搞清楚，我而家已经自立门户啦，即系你萧家，你冇再养子咁，开始我点去？我唔再受你一套。当年如果唔系我爹帮你可怜你收留你，你一日其量啊，只不过街头里边一个无赖咋？你可以风风光光活到今日，全靠我爹啊！由细到大，你食嘅、饮嘅、着嘅、用嘅，边一样唔系我爹俾你嘅？结果你点啊？恩将仇报，佢做段天仪嘅走狗，跟住佢后边仲埋啲下三流嘅勾当，你简直将我爹同我哋萧家嘅架全部丢光啊！我点啊我？小姐，有事我慢慢讲啊！你走啊！其实你帮佢唔帮我噶，你真系冇鬼用噶！我代你爹娘教训你，我费事将外边丢架，执翻一句。哦，嚟嚟嚟，快啲放翻上去。海姑娘啊，你识得楚老板，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哋知啊？嚟嚟嚟，啲嘢咁重，等我帮你拎啊！系咯系咯，拎啊！海姑娘，楚老板系我哋杭州城嘅新贵财主，你钓到咁好嘅金龟婿，真系你嘅福气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大嘅，正正恭喜你啊！星星，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好啊，楚大少。原来你想说青青是你一厢情愿先找求秀的。我看你的脑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忘记了有你师父定烈和曹邦，有他们在从中作紧，你想对青青，你不要发梦了。这次你不用担心，只要青青肯答应的话，其他都不是问题。你愿不愿嫁给我？你不出声是不是答应我了？等你摆平曹邦和郑烈先再讲啦。楚云，是邱堂主请我来的。楚老板，邱堂主等你好久了，请。
邱堂主，叫长老初二来。好，云儿，你嚟得真系啱。邱堂主发帖请我嚟，唔知系咩鬼怪。初云，你坐嘅唔系曹邦嘅船，上嘅唔系曹邦嘅香，点解要同佢曹邦作对？我唔明你嘅意思，邱堂主不妨直言啦。好，初云快言快语，我哋跑码头嘅。过门讲嘅义，做人讲嘅义。你明知海青青是我曹邦的新抱，当年为什么你将他带走？我曹邦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曹邦作对？你为什么要坏个曹邦的名字？江湖忌忌是色，行道忌忌是人。如果曹邦犯了一定规矩的话，堂主你会怎么做？好，我曹邦的祖师爷由开山劈水走码头以来，好色戒淫为首戒。如果你冇咩真凭实据，就凭你呢两句说话，我曹邦上上下兄弟系绝对唔会放过你嘅。邱堂主，我楚云愿意跪到师爷面前割绝为誓。如果半句虚言嘅话，愿意千刀万斩，任凭处置。咪住，楚云，你点解唔讲清楚佢？如果不尽不实，祖师爷自会处理。多谢唐师，故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我初人今日冒触犯贵邦众怒，都要为曹邦揭发破坏贵邦规条嘅败类。好，楚人你即管讲，如果错在曹邦，祖师爷面前一定还你一个公道。多谢有堂主，我楚云之所以背住拐带贵邦弟子之名，是因为当年郑烈郑师傅想强娶海姑娘不成，仲想强奸佢，制造事实。我逼不得已带海姑娘离开咗杭州，去京城避风头。楚云，你虽然并冇正式拜过香堂加入曹邦，但是郑烈曾经做过你师傅。你都知道徒弟磨灭师傅是江湖大忌。我明白欺师灭祖是江湖上所不容，但我讲的句句都是事实。如果有堂主不相信的话，为什么你不准郑烈上堂对出呢？人来，堂主去跟我叫郑烈来。是。楚云，这件事除了郑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证人啊？清清他是受害者，他就是证人。长官姑娘你放心，祖师爷面前曹邦冇人够胆放肆。咁好，今日我就要你嚟曹邦祖师爷面前正系曹邦家法，因为姓郑嘅今日趁眼街嗰度唔防备，将青青掳到嚟堂口。我追到呢度时候，佢正喺度收拾行李准备带青青逃走，简直丢咗祖师爷嘅面啊。人嚟，堂主有咩吩咐？青青飞老豆上咩？唔呃你做咩喎？郑烈，上官姑娘讲嘅系咪实情？堂主，我听过小妹真恋过，佢自己唔见咗人，就嚟我度找麻烦啫嘛。郑烈，祖师爷面前，你敢唔敢对祖师爷上香发誓，话上官姑娘全身污蔑你啊？我，赖佢都唔敢啊！堂主，我讲嘅系真话。我谢你今日就当住祖师爷面前叩头发誓，从来冇做过呢种无耻嘅事。哼，你呢个人根本就唔要面，连祖师爷你都咁啱。我行得正，坐得正，
祖师爷就会还我公道。罗香嚟。祖师爷在上，弟子郑烈一向秉承祖师爷的遗训，严守帮规，戒色贪淫，否则愿受家法处置，踏此誓，望祖师爷明察。我郑烈身为曹帮人，死为曹帮鬼。堂主，青青，你点啊？青青，姓郑嗰有冇虾你啊？佢话带我远走高飞。你在哪里找到海姑娘？堂主，弟子在郑师傅床底下找到她的。郑烈，你强抢文女二度奸淫，祖师爷面前你自己了断啦！客官，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咗啦。小雁，你帮我计下啲货，加埋晒几多钱啊？我都全部卖晒佢。唔使啦，就算我生意再唔兴旺，我都唔食车来之食嘅。我讲真噶。我嗰个绸布庄咧就嚟开幕，咁需要大量现货充当场面，咁到底卖唔卖啊？我唔卖，但系同圣段又有关生意，我都唔会做，饿死我都唔会卖。星星，你帮我全部都卖晒佢。我，我想请你翻去做我绸布庄老板。唔得，我唔敢。点解啊？冇咩点解，我真系唔嫁。楚云，翻去准备嫁妆啦，我帮你清晰佢应承嫁俾你。小雁啊，你点解帮我做主啫？你冇爹冇娘咁，总有个人同你作主噶。楚云，你再唔走嘅，到时清晰唔嫁俾你，就唔关我事噶啦。唔该晒你，小雁，我翻去解下字先啦。清清啊，我走先啦。楚云，楚云，又平又靓啊，唔收无欺，入去睇下。阿官，做乜嘢啊？仲要招呼客人？江宁丝绸嚟噶，你系老板娘啊嘛，你去招呼先啱。你口花花啦，边个话要嫁俾你啊？嚟，萧小姐，我哋铺头啱开张。阿官，萧姑娘，做咩咁望住我？我身又冇刺，入咗嚟就系客人啦。你哋客人好似追债咁嘅样嘅咩？哼！哎呀，真系好靓啊！唔怪得楚人今夜冒犯曹邦同周烈，系都要催你入门啦。一个咁靓嘅女掌柜做当家，会吸引到好多男人嘅。云头绸庄嘅生意想唔兴隆都难啊！萧姑娘，你唔好咁样讲啦。我萧姐系直肠直肚，从来都唔讲假话。海姑娘，攀上楚少爷呢一个新贵，好快就要做县城嘅老板娘啦，真系好福气啊！你又想做咩啊？你放心，我唔会当住咁多人面前打佢底巴嘅。海姑娘。如果我知道你嚟做呢个老板娘，上次我就唔会拆云图嘅招牌啦。呢度少少礼物送俾你嘅。小姐，无果乜受落，我哋唔收得。哼，笑话，我系送俾海姑娘嘅，又唔系送俾你，要你多管闲事。收唔收啊？萧姑娘，多谢你啦，我唔收得噶。哼，我萧姐从来冇送唔出去嘅礼物嘅，收唔收？好一个夫唱妇随啊！
呢种咁贵重嘅嘢俾我，奇怪啦！施主佢一时系风，一时系雨，都唔知想搞乜。问你啦，问我，问我做咩啊？烧香拜和尚，一时两勾当，个心想见嘅人系你啊！你讲埋啲咁嘅做做乜啫？边有可能识得噶？佢啊，唔好有事无事嚟搞搞震啊！我已经谢天谢地啦。今日生意点啊？今日追嚟咗一个人客，伙计想人攞货俾佢睇，点知佢就走咗。楚云啊，我谂我唔系做生意嘅材料，摆档摊我唔掂，嚟到铺头亦系一样。你唔好咁讲啦，人哋得咁系老字号，梗系有好多老客户噶啦。呢度有你喺度，一定会生意兴隆噶。你唔好氹我啦，你睇人哋。是不是很累呢？成日不停地在招呼客人，我特地煲一些浪漢茶給你，請客人堂。請招呼這位老闆。突然間來了這麼多人客，真的估不到，我怕自己應付不來。我說過的嘛，你這麼聰明伶俐，一定是做生意的材料來的。是嗎？是啊是啊是啊，又真是的，我們這裡有個這麼漂亮女，有本事的女掌櫃，我哋雲圖仇中嘅字號啊，以後就會打響啦！係啊係啊，今日生意興隆，天大個好彩頭啊！呢啲都係多得你哋鼎力合作啫，大家咁辛苦，我唔會唔記得噶。啊，有楚老闆呢句説話，我哋又更加勤力啦！係啊係啊，其實今日得鑑仇莊冇開門，所以我哋先有啲生意做下。唔知咁嘅情形，仲可以維持幾多日咧？理得佢啊！得咁执笠啊，我哋就发财啦！诶，楚老板，只要顾客肯上门啊，生意开咗头以后就好做得多啦。做生意嘅嘢，冇理由无缘无故唔开门。得鉴可能出咗你咩事？小玉子，啊，你同我打听下。得鉴关佢哋咩事？我哋只系顾住自己就得啦。以小燕峰嘅个性，冇理由无缘无故关门大吉，令到啲客人白走一趟嘅。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而且做生意的事要知己知彼，万一出什么事的时候都可以应变。你跟我将原因查出来。哦，老爷出来了。是花醉。你真是沉得住气。而家好啦，楚云佢放老鼠咬布，你再系冇行动嘅话，系咪真系要等佢放我烧埋间屋，你至惩戒佢啊？我了解楚云训人，这个未必系佢嘅意思。楚云变咗，佢唔再系以前嘅楚云啦，这个系唔会变嘅事实。佢而家成个脑谂嘅系点样向我哋萧家报仇，咩坏事做唔出嚟啊？我知道。你的心为楚云的改变而难过，但是他真的不再是以前的楚云，这个是不可以挽回的事实。元丰，再说现在跟在楚云身边的这班人都是以前被你开除过或者是在生意上输了给你的人，这班人何尝不想你用楚云来向你报仇？
而家楚云将佢哋留喺身边，你如果再放过佢哋嘅话，唔知道下次佢哋会做出啲咩事出嚟。云儿将呢啲人留喺身边，根本唔需要我出手，迟早佢会毁咗自己。小六子啊，大嫂你试下有乜紧要啊？好啦，青青姑娘啊，你咪试下咯，只系嬲一嬲啫嘛。系啊，周大叔啊，小六子胡闹，你仲陪埋佢一齐啊？哎呀，青青姑娘啊，小六子为咗留呢块丝绸俾你啊，得罪咗东家嘅黄大婶，仲俾个女人闹咗一餐添啊！你睇下，试下啦。大哥啊，你睇下呢块红绸嘅花色点样啊？几好睇啊，转埋嚟嗱，系咪啊？大嫂，大哥都话中意啊。楚云啊，唔好听佢乱讲啊。哎呀，楚老板，楚老板啊，我哋生意兴隆，大家亦都好希望好事成双啊！你睇呢块红绸啊，你新嫁娘做下披就真系最啱噶啦！尤其着喺大嫂身上，再同我大哥拜起天地嚟啊，咁啲令人羡慕啊！我唔同你哋讲啊！大嫂，大嫂，大嫂，楚老板。佢嘅眼神叫你入去啊！系啊，系啊，快啲去啦！快啲去啦！快啲去啦！去啦！快啲啦！系啊，去啦！去啦！去啦！有人敲门啊！唔通今夜仲有生意上门？